高，你要直播不等数的。别存在不住了，你看，我们浪费了。那我旁边有人找对吧？他自己找过来。哎呀，这是进步吗？哦，有人，哎，他几个？不要，哎，我不要，我不要那些。
车子啊。是啦，对啦，差不多啦。放心的，放心的。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定的，不要点点就好。你说什么？
喂，哎，走走走，我你阿哩点起来哩，上不来。我都今年都讲，今日就转播，就今早啦。哎，今日转播，今日转播。对，十二点再上去就好。好，十二点。好，我先在下面。好好好好好。嗯，十二点就正式有转播，我们现在都是实况转播了。这个可以了，要去随便的啦。阿弟，最近都还好吧？哈，身体有没有怎样？没有，胃口胃口还好，还好。我觉得塑身心那个比较严重，是啊，因为那个之后，你现在每隔一两个礼拜就会发作一次，真的哈、哦，睡觉就会这样，还是有点后遗症、哦，对，但是问题是去检查又说正常，正常，脑电波检查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正常，放了28个电极，做了一个多小时，正常是好事啊，没有，可是他有可能是他没有侦测到啊，因为那个讯号又不是在发作的时候去侦测的、啊，对啊，他用光刺激也没有看到。他本身就是这个样子。那个，好，来，等一下，陈委员，你是主席嘛？对不对 ？OK。没问题，这个合约直接上了。那个我在做嘛，你下来看看，他那边都是他那个，都是他那个，都是他那个。我们白天下来可以吧？没问题，我白天上午那个工作。因为主要是走不出的，直接走不出。所以那个东西都要九号，你九号，对对对，完了要对对，因为那个病毒里面最后一点就是最后一点，对，因为这些文件是大家都要接受。啊，那个其他委员呢？好，其他都会来。好，这样子，对啊，对啊。对，有时候都姗姗来迟。对对对姗姗来迟啊！我们是12:10才开始，12:10。哦，12:10的。12:10。OK。哎，你好。
对啊，你不来我们来开议程会。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秘书长，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立院的同仁，大家午安。我们先开始，进行立法院第121届经费稽核委员会第八次的会议。那首先是不是请宣读一下上次的会议的议事录呀？谢谢。立法院第121届经费稽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议事录，时间2015年11月18日星期五中午12:10，地点本院群贤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卢秀燕委员等七人，请假委员高金素梅委员等两人，列席人员林秘书长自家等32人，详签到簿。主席郑天才委员记录陈议会。一、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本院105年度预算执行情形报告，截至105年10月止，决定准予备查。二、临时动议：一、高金素梅委员等3人书面提案，本院交通车应比照其他部会等驾驶，纳入安全奖金制度，决议请总务处研议。二、高金素梅委员等3人书面提案，请本院交通车管理单位依规定，每年办理与驾驶间劳资协商应紧速召开，并于本委员会12月开会前将决议事项送达，决议请总务处研议，并于下个月提出报告。三、黄伟哲委员提，因应公路西站迁移至台北车站东三门后，内侧车道仅供国光客运使用，本院交通车无法靠边停泊，请总务处重新规划本院交通车泊靠地点或其他因应处置方式。决议，请总务处紧速处理，并将办理结果周知各委员办公室。四、卢秀燕委员提，由于本院订购数报量大，且长期订阅又享有折扣或赠品，请总务处研议在兼顾委员意愿下，克服技术问题，采最有利方式订阅，以节省公帑。决议，请总务处研议，并于下次会议提出报告。散会，12:33，宣读完毕。好，看起来就是上次是有一些，会议的提案嘛，哈，然后也都是要请这个总务处要研议，甚至给报告，所以我们总务处今天会给报告吗？会嘛，哈，好，好，那我们是不是就确定议事录？哈，各位委员，哈，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确定议事录。好，那接下来是总务处要报告。二。本院105年度预算执行情形报告，截至105年11月止。好，那是请。好，我们请主计处的这个黄处长哈，营销啊啊女士啊报告。主席、各位委员，立法院105年度截至11月份止预算执行情形报告，有关105年度截至11月份止预算执行情形，详如附表一、附表二。仅就税入类、经费类项目重点内容说明如后：第一，税入类截至11月份止累计分配数1075万元，累计实收数4557万6000元，包括罚款及赔偿收入752万7000元，财产收入630万1000元及其他收入3174万8000元。第二，经费类截至11月份止累计分配数33亿5592万3000元，累计实支数29亿3096万7000元，执行率87.34%，主要区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委员问政专项经费，包括委员、社会及工会等6个工作计划，截至11月份止，累计分配数12亿9392万9000元，累计实支数12亿3358万元，执行率95.34%，主要包括委员税、工费、工会助理酬金等人事费10亿4880万3000元，委员研究室、住宿会馆、水电通讯会、委员研究室整修等业务费1亿7235万7000元，党团补助会1242万元。第二，议事行政资源经费，包括一般行政等6个工作计划，截至11月份止，累计分配数17亿7967万9000元，累计实支数16亿8
800万元，执行率90.35%，主要包括职工薪俸等人事费11.8948万元，院区水电通讯费、土地租金、资讯应用系统服务费等业务费3.7784万7000元，委员研究室办公家具及国会图书馆、图书资料库购置等设备费3716万5000元，卸职委员年终慰问金、退休职工三节慰问金等奖补助会354万元。第三，一般建筑及设备经费，包括营建工程、交通及运输设备及其他设备等三个工作计划，截至11月份止，累计分配数2.8828万5000元，累计实支数8938万7000元，执行率31.66%。主要系105年度防毒系统一年更新授权购置等案，业已完成验收，为厂商尚未请款。另未遵节支出，经核实检讨部分非紧急必要之系统开发建制案暂缓执行，致影响预算执行进度。以上系本院105年度截至11月份止之预算执行情形，均依业务实际需要及规定程序，本遵节原则核实检讨办理，整体预算执行尚称正常，仅就重点内容扼要报告，敬请指教，谢谢。好，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好，来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各位长官，那个上次卢委员所提的那几样，包括订报的事情，我们解决了吗？刚刚报告。等一下会报告哈，那我们就请等一下。好，有意见？好，那我们先针对这个预算执行的部分哈，是不是准予备查？好，那我们就准予备查。好，谢谢。好，那接下来就是像刚刚我们黄委员提到的哈，那个请总务处的蔡处长哈说明一下那个上次几位委员对总务处的一些提案的建议哈，看执行的情形。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哈，那么总务处处长蔡惠明针对上一次经费机会委员会里面的决议事项里面的办理情形，那么书面资料可能请各位委员参考桌上的一个资料。第一项是关于交通车应该比照其他部会等驾驶纳入安全奖金的一个制度的部分。那么我们经过去查了以后，就说所提报的安全奖金制度呢，是环保署在1999年11月订定的地方机关环保车辆驾驶安全奖金的自己要点。那并且在同年的12月生效。那么该要点主要是为激励地方机关的环保车辆驾驶工作士气呢，确保行车安全。那么特别订定了这个要点。那么该要点自己的标准就是每一个人必须要是实际从事驾驶清洁车辆的驾驶，但不含行政车辆的驾驶。那么第二个是重机械特种车辆的操作手。那么每个月在新台币600元的范围内，由各地方政府来编列预算。那么是财政状况及工作情形里面合适的资金。那么目前这项主要是针对地方机关而设的。那么我们另外去查了以后，本院跟行政院及所属机关并没有定有驾驶相关的一个奖金的一个制度，所以呢目前并没有发放相关奖金的一个法源依据。那么我们是建议这个案子里面还是比照我们目前是报支加班费的方式来做处理。这项是关于安全奖金制度的部分。第二项是请本院交通车管理单位依照规定，每年办理驾驶间的一个召开劳资协商会议，并且在本月12月召开决议事项办理事达。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因为1例1休通过了以后，整个关于本院的一般的技工工友跟驾驶部分，事实上已经有产生一些影响了。那我们目前正在就是说研拟目前这个规定变更以后，跟对本院驾驶跟影响，那我们报告可能会提出以后的话，才会来召开这个驾驶协商会议。那么我们初步预计应该会在1月份的时候先遴选我们的资方代表跟劳方代表，那么是不是2月份再来召开劳资会议？因为还是有一些原则跟我们的管理措施应该先确定以后再来开会是比较好的。那么这部分就补充说明。那么第三项是关于公路就是关于台北东山门的这个公务车派车的问题哈。那么这个案子里面，本院总务处已经在11月30号以台立总函知本院全体委员。那么本院交通车在台北车站的候车地点呢，从本年12月12日起呢，改到台北车站地下楼东停车场 A
16的诸位，也就是目前的以前是用交通车的方式，我们还乘七人座或是小轿车的方式来接送委员。那么假如说委员里面有事实上假如有派车的话，事实上就可以搭乘我们这个公务车来使用就可以了。那么这第三项关于这个交通车停泊方式的说明。那么第四项是关于本院订购报纸以后的一个长期订购以后的赠品这个部分要怎么研议哈。那么我们有一份书面资料请各位港人参阅。那么我们研议过的重点就是说因为各委员研究室各类的报纸跟杂志的采购呢，都是按照政府采购法规定采公开招标的方式，以最低标的方式来决标的哈。那目前我们的报纸跟杂志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处理。那么关于有关于订阅里面是不是要采取能够有赠品的方式，里面主要是我们的特性不大一样哈，就是说我们在契约条件里面明定厂商必须要是委员研究室实际的需要，那么随时配合调整变更所订阅的报纸及杂志，而且它的付款的方式系采月付而非年初一次付清，那么厂商所付的那个承担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那目前的话我们的杂志里面的订购的月的就是折扣率是93%左右，那报纸的部分在105年度是99%，但是我们在106年度也把它降下来了哈，现在它的订购的折扣率只有95%左右。事实上，我们都在价格方面里面尽量把它做酌减的。那主要就是我们的订阅送的方式里面，一般的杂志它是一个月送一次的，但是我们是出刊后就要送了。那我们的报纸部分是要每个月都送到每一个我们每个楼层里面，是直接送到我们每个楼层里面，不像其他方式的。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的订阅方式里面，我们是一个月付一次钱，也就是我们每个月按照需要多少钱核实数量以后，再去付这个价格的处理，跟一般的假如说是一年订的话，有赠品的方式是不大一样的。好，那我们是研议以后认为说，目前我们采取的这个报纸跟杂志订阅的方式里面呢，应该是还符合我们目前的本案的决议要求节省公帑，那么它也可以满足就是委员研究室里面经常会变更的一个这个需要。那么我们也去统计了，大概在今年6月到目前为止的话，大概就会有32个委员研究室里面有报纸跟杂志变更的情形。那我想中间的变更对于厂商它的成本的拿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直接以月的方式或是整年的方式去订购，而是要有的时候要以零售的方式里面去买这些这个需要变更后的杂志的话，所以这一部分就是因为考量到厂商的成本部分是比较高的。那我们的折扣率部分也已经报纸有到95%了，那杂志部分可能有到93%。那我想说在部分里面应该也符合了节省公帑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而且能够满足委员研究室里面需要有变更可以做的事情。是，谢谢。谢谢处长。其实我可以讲那个简单的说啊，这个是你是横切纵切了。你刚刚讲因为上次卢秀燕委员他提的案子其实是有一部分，你刚刚讲32位委员啊，113位32位大概1/3弱的委员，他有经常变更，但是有超过一半以上，我们就不要讲一半以上，就讲一半委员他是一直持平定下去的。至于93折或95折是不是够优惠啊，是人质互见，当然因为是公开招标我们也就尊重。只是问题是什么，人家市面上的有人说全年订购可以多送几个月啊，多送几期，或者说多送一些赠品。那委员不是说要拿那个赠品，至少那个赠品给立法院的职员工，或者是作为年终抽奖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我是说到底够不够优惠，或者是您刚的讲法是不是有兼顾到其他将近半数的委员他的这个他本身就一直定他的权益，实际上这个部分就厂商赚走了嘛，对不对？厂商就可以那个，而且厂商是大数法，他是数量是很庞大的，他本身就有跟那个报社也好杂志社议价的议约议得更优惠的权的那个价格的那个购买力嘛，它本身就有那个购买力所以我觉得其实当然公家机关公务员做事情就是能省一事就不就省事，能省事就省事啊，不愿意在大家比较不容易，或是说既合法又省事就好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很多
公务员他办事情就这样，你委员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这样，所以说对你们来讲是一个每边弄两家级哈，又要过年了哈，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公务员的文化啦。但是既然吴委员有提出这样的提议哈，那也不是，那今天他如果也没来啊，那我们是不是请说，因为年度底了哈，可不可能？譬如说，将来如果委员他愿意说，我就是不换，我这一年度就是要定这个，那委员办公室自己决定了，那他就将来他就没有换的权利，那他得到了这个优惠，不管是期数的优惠，或是份数的优惠，或是赠品的优惠，他愿意把它试出来，你们这个也要应该可以帮忙这个委员，尤其是近半数或过半数的委员，他有这个需求了，你就也许可以帮忙委员这个达成。我觉得我不相信这个立法院这么大的这么多的份数哈，没有这个议价的能力了。我相信是会有的，要不然再不行，我们再找隔壁的监察院大家一起来嘛。我觉得这个是事在人为了，但是我希望说，我尊重。总务处提出这一份报告，但是可不可能你们也再去思考新的年度，再去思考一下有没有其他，可以帮忙。既然做经费计划委员会做了这个决议，可不可以再勉力为之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委员，谢谢。那个我稍微也表达一下意见，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是很多的委员他是定了之后不会，至少在一年内是不会换的话，我倒会觉得说。你可以事先做个调查，如果很多人都是不会换，是可以考虑说就是跟这个杂志或报纸要求那些赠品了。那赠品来了之后，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公家的啦，因为这个就是对对对，然后就是可以提供出来做年终摸彩啦，或者忘年会啦什么的活动，可以就是一个福利啦。那另外当然就是之前我上次有稍微提到的是那个高铁票的这个我们有企业编号嘛，那个机关编号你只要输进去，其实很简单，年终的时候高铁局也是会给我们很多免费的票嘛。那这些免费的票其实也是可以变成就是员工出差有很多票，很多其实像我们高一都会这样子做，然后到但是他高铁局给的票他是有一个限制，好像是要一个月还三个月内要做完，但是还是可以用啊，都可以用啊。那只是那个用的话好像就不是，是是是，那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提出来的话也是可以补贴，就是委员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职员在出差的时候可以使用了啊。对了，也是节省公帑了。我觉得在现在是真的是这纳税人的钱哈，我们还是稍微节省一下。但是有些福利的部分，例如说如果订报纸、订杂志有赠品，其实是可以提供出来做那个年终的摸彩了。那第一点关于这个高金委员提到的这个安全奖金制度的部分，其实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以延议？请总务处或者我们透过一个方式，如果可以有个比照其他的部会也可以有这样子的制度的话，其实是鼓励我们的这个司机驾驶在开车的时候就是注意交通安全嘛，是这样，是他这个安全奖金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他是我们的驾驶，可能是委员提，可能是希望我们朝这边来做了。可是目前关于奖金这个部分是比较敏感的，一定要是。有一个相关的规定才可以，而且目前部会都没有，所以我们这个部分里面我们还是建议朝向我们方。那可以问一下高金，因为高金委员他是说是比照其他部会，是不是他心目中会知道哪几个部会有、这个、我们会跟委员说明，也是先跟高金委员有做说明的。好 ，OK， 好。另外跟委员报告，刚刚陈委员提到就是说关于就是高铁的一个回馈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每次都有行文给我们的那个全院的个委员就是了。我们目前一个年的那个高铁大概差不多将近2000万左右，可是真正是去用这个企业编号部分里面都很少。它有规定里面一定要达到半年要有60万才有一个所谓的票价一个回馈，所以目前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大家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目前回馈都没有啊。以前所以我就是说这个是需要宣导，广为宣导，需要宣导，因为一定不是委员自己订票，一定是委员办公室里面的某一个行政人员在定，所以这个编号麻烦你，如果可以的话，做一个什么小贴纸或什么，你就是送到各个委员会，各个委员的办公室
啊，提醒这个委员的助理来协助处理了。那这个其实哈，也是不？是，没问题，这我们来办理，好不好？是，好，谢谢。2000万，结果只不到60万，所以代表大家都不提这啊。我们那个邱委，好，我提几点哈。那交通课这部分哈，我觉得这个7个小时还是要严格举止执行啊。大概拢是安尼哈。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我们交通课同仁也很辛苦了啊。例如做些关子，七十小时之后，那你就不用再派了嘛，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坐计程车也很方便呢、啊。我从来没有一次超过70个上限，那大部分的同仁也都没有超过70个上限。那如果超过，那你就是超过这几十数，你去坐计程车自己安排嘛。第一个考量公平性，啊，因为用的都是国家资源。第二个，你要考量到我们交通科同仁他有负担，你这增加出来也是他们额外的负担，所以我希望说交通科一定要切实去执行呐、啊。好，阿柳洗干稿，时数到了，你有干嘛？你就跟他讲，你时数已经满了，不能再派了。啊，你就说这是金融会做的决议嘛？是，那个谢谢邱委员。好，你得点。其实，好，那就得点。那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讨论？因为哈，因为刚刚那个，其实总务处也是有提到一例一休之后，他说明年1月才要开会。其实我也点觉得是你们的配合这部分应该要早点应应啦，因为劳动部昨天我们在质询还讲嘛，就是一例一休一旦退了之后是没有缓冲期呀、啊，没有缓冲期，那、啊、马上就面临的就是你司机的调派的，因为要一例一休的问题的话，就会调派不过来。那刚邱委员提到就是说，因为调派不过来的情况下，如果是更应该严守70小时的、那个，对，用车小时数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一定会两件事情。就是一定会都会浮现。如果没有办法落实，那就根本就不用定这70小时嘛，那就是拼命违法就好了。好，既然有这个标准，就是要严格去执行嘛，否则你定这个标准就没一点意义嘛，可以考虑到公平性的问题。那我们同仁都很辛苦啊，好，所以我们只是从南部上来，也许因为赶时间，哈，从高铁站到立法院，因为急着要签到嘛，或者急着要回选区，大概就是这种需求而已。好，那我觉得一般状况是不会超过70个小时啊，70小时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时数对我们而言了 啊。那我觉得超过70小时是有一点不符合常理的哈，所以我觉得既然大家过去都有这个共识定70个小时，我们就严格遵守，我也希望说这个就我会可以做一个决议，就是7个小时同仁就不能再派，不再派遣。好，那个高露委，我是建议，就是我们到快到七十个小时是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先提醒？有，对啊，就发言时间快到的时候，先叮一声这样子。对啊，嗯、这是平均的，都有。不是啊，那每个月不是，那每个月我们在那个线，就是在申请。他每个月快到70的时候，他会。你应该告诉委员，那个已经到60小时了，65小时。鲍主席，我是可以补充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确实是跟一例一休以后实施以后影响很大的。我们去研拟我们的一例一休之后的话，我们现在院内的技工工友的总人数大概还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驾驶的话，因为他以前的话，他派车加班是就是80小时，可是以往在劳基法规定里面，在6日里面他是可以不纳到这个80小时的时数里面去算的。因此一例一休实施以后，所有在6日里面出勤的时数都要纳入规定的时数里面去，以后我们预估以后整个交通驾驶里面就缺口了大概7000多小时的车的那个时数，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大概就差10辆车跟10位的驾驶才有办法满足现有的状况。那因此就我们而言的话，我们除了增加供给面，我们可以去想办法把我们一些工友的编制改成驾驶，增轻聘驾驶之外，车辆可以有。可是目前在减少需求方面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委员说是不是可以协助我们来做这方面一个原则。第一个，我们是希望是说，像现在驾驶里面的话，他因为他早上中午都会有加班嘛，所以晚上也加班到8点以后的话，事实上他9点10点就已经超过了4小时的规定了。因此他是9点以后的加班，事实上他是领不到那个加班费的，变成是他们自己就要来牺牲这个问题了。那第二个就是总时数的问题。那总时数的问题里面，现在目前是因为70小时以后，我们是说，还有那个。
有空车的话还是让委员来判，可是以后这个状况里面，当我驾驶没办法满足这些提供这些驾驶的一个时速的时候，事实上也会做一个停止。因此我们有建议是说，假如有经费机会会委员帮我们做个决议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晚上来派车，是不是能够派到8点就好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70小时满了以后，在这个月跟月底的时候，那么除了短程派到那个所谓的台北火车站里面短程之外，其他部分是不是就可以暂缓？假如这样的话，在我们一方面提供供给，二方面在减少需求的时候里面的话，可能对我们调度上就会有问题。否则的话，目前我们很担心一月、二月可能还好，可能三月去以后的话，可能驾驶的调度就会产生影响的。以上做补充说明，谢谢。简单说，好，因为邱委员他等一下事情都简单，我们做经费机会委员会做决议，因为因应一例一休及驾驶人力派遣啊，所以说这个希望这个严守70小时的限制。然后呢，晚上夜间派车到9点为止，然后那个假日派车9点，那假日派车，因为你假日派车你就只剩4个小时，怎样？你们自己去调整。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刚刚他提到会10辆车，会缺10辆车，还要缺7000小时，就是总时速缺7000小时，我们需要10辆车，还缺10位驾驶，还缺10辆车，10位驾驶，那车比人多。没有，现在我们目前车是不够用，我们现在因为驾驶也已经满了，没有了，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缺额的工友把它改成驾驶编制里面，然后来聘驾驶，但是总员额是没有变的，总编制员额是没有变，只是我们做把一些将来的院立法院的车子的车辆数会改变吗？虽然会改变，因为假如我们增加10部车就会改变了，再加10部车，是，所以就是一方面是不是在采购，而且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在每辆车的使用年限是12年，要不然举出是要延长使用年限嘛，你总是有个方式来解决，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以紧急的方式来处理，不能等到明年一月了哈。那如果可以的话，或许在这几个礼拜，哦，那个能够研拟一个办法出来哈，然后这个办法必须也要能够方便我们的委员。主席一句话就好了，那个时到什么时候截几点截止，可不可以总务处再跟个别委员再讨论一下？对，我就是觉得像这个事情哈，因为每个委员的需求不一样，有些在周末他就是要有一些选民的服务嘛，所以那这个他们可能他自己可以做调配啦，这个，但是你一定要限制说8点以后就不能用车，这个8点这个时间有点不是哈，我其实很少用，我不知道，但是可能你要统计出来就有多少人是8点以后在用车的，才不会影响到大家，但是时间上面可能不要做限制，但是你可以说，我的意思说，晚上多久不要设限，但是你要从原来的70变60，然后有一个公平性的出来，这个可能要做政令宣导了，要不然到时候就一定会有到政令宣导。70小时是一个原则，必须要确守了哈，每一个同仁113位，这个都要确实遵守。邱委员，我现在是担心说连70可能都达不到，因为你现在如果他一下子变成少7000小时，上限不一定要达成了，对吗？对，但是上限是不能超过哈，那你低于上限我觉得是常态嘛，那我觉得既然一例一休通过之后，我们就要确实遵守，是我们通过的法律，我们还不遵守，那就奇怪了。如果说8年之后他领不到，他没有任何这个薪水或加班费，等于做白工，那当然要遵守啊，我们不能叫我们同仁牺牲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到8年，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接受，哦，因为我们回选区，我们大概下午就回去了，纵使晚上有会议，我们只是请我们司机同仁载我们到那个地方，那我们开完会，我们自己再坐这个计程车，你看计程车都很方便嘛，哦，那第一个我最在乎的就是同仁的权益，然后不能违反这个劳基法这个修正的相关的精神，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去征询个别委员的意见，我觉得就是遵守法律就对了。好，那我觉得那个晚上到派车到11、12点那是不合理的，啊，那员工总是有家庭嘛，总是要休息吧，对，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限制。你如果8点以后没有任何加班费可以领的话，那就不应该叫。我们现在是可以派到几点？10点。哦，我目前是派到10点，对。对啊，目前是可以到10点。是，因为以前没有截止都用到3更半夜的，现在是到10点。好，所以在座我们有4个委员嘛，哈，是不是？我们就简单就讲。就讲说我们有一个严守70小时的限制了，可以哈，哦，好，那我们是不是就
做一个决议出来，就是说那个有七十小时为上限的哈，好，然后另外是刚刚邱委员提到的，就是晚上到八点为止。八点是总务处提出了，那我还没有核实看到总务处提出的这个八点的方案到底是，当然我们是如果依据劳基法的修正一例一休或怎样，你只能到八点，那是我们当然严守，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没有了解到是到为什么只能办，因为你说还有七千小时，那怎么样子去排？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因为你还有牵涉到假日，对，假日派车也只能用到四个小时。对，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总务处在规划之后，下次再给我们一个报告，还是两个礼拜后或者怎样？我们可以，因为时间，因为在接下来是一月才要再开会，因为那个星期六日的部分哈，我们其实我们。同仁有提更严格的方案，但是我认为对委员真不好，我们就没有提出来了。因为现在他六日里面出来一小时就算四小时了，因此他我们的驾驶啊，出来一小时他就要算四小时，他四小时的时速就算到他的八小时里面去了。因此他当这个时速通算进去的时候的话，那整个他的八小时平常派车时速就被压缩了，因此他能够再提供加班的时速就没有了。那因此。只要是你达到说这部分没有加班的话，事实上对同仁就是一种，他就会抱怨了、啊，说我都出车没有碰到加班费。我同意、啊。那但是我们对于那个委员的派车，事实上委员比如说派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事先要先来，然后又要回去，这个时数里面都是算在里面的。对啊。所以我是主要是不，但委员不就维持目前的计算的方式。但是假如说我们现在目前驾驶还是维持六日让他派一天，只能派一天，不能够派两天。对啊。那委员也是派一天的方式。啊、目前我相信说以我们估算的方式里面应该可以。至于车辆的部分里面，因为我们刚好明年有汰换十几部车，我们可以把这个车里面沿用到年底，然后我们等专案报行那边完以后，明年再换新车，所以车子部分是没有问题，人员部分也没有问题，我们的男子要赶快行为去行政院各单位里面要驾驶进来，假设如果补齐他就马上就可以接上。那我们就希望说一二月，因为一二月或许这个部分可能还会比较那个舒缓一点，淡季这样子，但是三月去以后可能就会要接上了。那我请教，是一天有没有派车时速的限制？一天？我们一天没有派车时速，我们就总时速，就是七十小时里面。我觉得一天也要限制的哈。这个立法院提供派车服务，它是一个便利性，它是提供，比方说我们在南部。我们来台北开会，当然没有车嘛。那立法院是体恤我说没有车，所以接送我们来立法院开会。也许我们在外面还有会议，就是这样子，提供给我们便利性。这个原则应该大家要很了解。你们把它变成你跑行程的工具，那就不行了，哈、哦。因为我过去发现有一些同仁是把立法院公务车当他跑行程的私车，跟当初设立交通科提供这个交通服务的原则。跟主旨精神是不同的，所以我对这个很反对，所以我提议要有一个一天上限总额的限制。像我们在南部跑行程，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同仁嘛，我们有自己的车辆嘛，好，所以应该这个原则要确定，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邱委员讲很对啊，因为其实啊，那有一天不好意思讲，八个小时，双北的有双北的，就是早上六七点连箱，一直弄到晚上。十点十一点的，我们都是南部的啦。可是那几个有人已经没有连任了。把公家的资源当作私人在使用，这不行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也要做成决议，一天有一个总额的限制。假如我们刚刚建议的前面两项能够先让我们可以来办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先研议一下，大概一天需要是多少小时，我们比较合适的话，我们下次再提出再做说明，可不可以？所以我们现在的决议就是七十小时每个月，那假日是，他假日的话，假日还是那部分四个小时啊，因为为限啊，四十啊，四个小时为限，四个小时为限一次，对不对？周六周日只能出来一天，是，那以四小时为限，因为超过四小时马上要跳八。晚上到几点？这个伟哲，你是说要等他们研议完再决定？好，委员有提到说一天总时数，那这样可以搭配，对，好不好？那每天的总时数就是请你们研议完一月的时候再提出来，是。是是，就后续每天大概每个委员派多少小时，我们再详细精算一下了。好，但是前面就说，派车派到八小时，跟七十小时因为我们都有油料补助，哦，我们有油料补助，油料补助就是要用你自己的个人的私家车、自己的这个车辆，
啊，去跑你的行程，不能再用这你又领了油料补助费，又用公家的资源，用公家的人，公家的这个油去是公家车子去跑行程，这个是不行的。油料补助没有了，现在都在选民服务费里面了，已经在选民服务，就是你不能 extra 去申请了啦。对，哎，那个砍掉了，对，自卫。志伟，那个不能申请，有哎，是啦，是啦，我们南部的比较吃亏啦，基本上就是我们南部比较，因为南部也没有车啊，中部还有4辆车在中心新村，不是吗？对，油料补助费还是有，只是提供那个另外的那个，不是在这个部分，东部也没有啊，是啊，是啦，好，谢谢，好，所以我们想这个就，就这样子哈，那谢谢那个蔡处长的再提一下说明，那个我们警卫的工作是不是立法院周边的警卫的工作也是经费稽核委员会可以讨论吗？保留资源，学内政府。我是觉得中心大楼的这个的出入管制哈，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的不管是赶来开会的人访客到中心大楼嘛哈，那也没有任何的管制，就是说你只要说跟楼上通报一下说有没有访客来，然后就放行了嘛哈。那一般其他国家对这个办公处所它的管制是比较严格的，哦，就是有一个金属探测门，最起码你要知道你有没有带什么违禁品，对不对？那任何人都可以进来，那我们门都打开，那如果有这个极端分子，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管制的措施啊。对，一般民众也可以进来。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可能立法去思考说，当然我们越亲民越好了哈，但是一定的安全考量也是很重要。哦，你像有个金属探测门，对，设在那边好像没有用嘛，它变成一个装饰品嘛。那其他的国家，我去看很多其他的国家，基本上公部门你要进去，都起码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安全管制嘛。自己看看。比方说，你有没有带违禁品？或者通报机制能够更严谨？我不晓得伟珍你的看法怎么样，就是。对这个安全管制，因为有曾经发生，我想各委员都有经验，说一般有时候民众他不浪当都跑上去了，他问他说我是找某人，我找某人，然后就这样上去，有时候那个当然是有这个维安上的考量，只是要怎么做？我也是觉得这件事情维安跟便利是一个问题了，哦，对。如何两上次去英国 SUV 跟 MPV 对，如何，对英国的那个下议会参观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后来他们玻璃帷幕做起来，就旁观洗玻璃幕，因为他们就是说因为担心有 bioterrorism， 那把什么粉啊什么东西丢到，有啊，他们是上面是旁观洗旁听洗，立法院旁听洗有人从上面以前曾经从上面跳下来过，啊，对，所以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小心这个，再思考一下怎么样加强化维安呢，那个这部分跟委员做个说明哈，其实这一次我们委员里面就有在检讨这一块了，因为我们的研究大楼当初它并不是针对国会的一个研究室而设的，它是一个邻家房子，你后面把它买过来的，所以那个设备里面就要没办法了。哦，现成的房子买过来的。当初我们这个是从那个不是我们自己针，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盖的，哦，不是不是。是台开的房子，那我太之前了，不好意思，哦，那因此它就有先天上的一个瑕疵了，那我们目前就是说只要是进来经过警卫做维安管制以后的话，会通知上面的委员，就是是不是说要去接见才去接见，那我们也考虑到现在各位委员看到现在几乎每天媒体都守在整个这个大厅里面做访问或什么之类的，我们当初研议要在从那个收花室前面里面是不是围一个所谓的一个玻璃的一个帷幕，设一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安全门，可是后来我们考虑到你可能资金上到时候会衍生其他的一些困扰，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去做这个部分，那我们目前还是以加强所谓整个维安的部分，那我们会在整个因为维安不只是一般性的维安，万一有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处理，那因此我们院内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部分里面有一些加强的措施啊，那因此都会逐渐的慢慢来做一些改善的情形，确实我们有研究过，确实要这样执行以后的话，可能不只是说可能我们甚至都要要求委员你一定要带识别证，
你没有识别证，你不刷，你就不能够进去。那以后的话，我认为在执行上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那个部分的，后来我们就是维持目前的方式，怎么用紧急的方式里面，万一有状况的，能够去关电梯，能够去把那个楼梯里面做封锁，让他人不会窜到上面去。但是目前我们跟警卫队里面一直持续在做改善的地方。以上做补充说明，谢谢。有，事实上我们都研究过，因为我们的先，我想还是因为既然几位委员都有提到，都这个方面也关切这个部分，是不是还是请总务处？是，我知道你们想的比我们周延，但是就是我们提出我们的需求，我觉得还是要做了。你在专业上提出一些改善的办法，就是你就是有一些标准作业流程嘛，然后进来的话，他一定看一下你的他证件跟至少就。提什么东西的话，打开让警卫看一下，好不好？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你若不做，完全都没有做，就不设防的状况下，将来出了问题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的预警、我们的预防 的系统完全失灵，是，好不好？是，所以是不是下次可以，还是下下次也没关系，就是至少可以变做成个决议，请总务处去研议，是啊，怎么样的方式好、能够？我们提出一个改善方式了，那跟我们以前曾经做过的改善方式里面一起提出来跟，跟几位委员们做说明，谢谢，谢谢。好，那谢谢我们蔡处长。好，那有没有临时动议？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会议到这边截止，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散会，谢谢主持人。